真实版 OL 用六岁小女孩人格竟遭恶同事触动开关性侵。23 identities live in Kevin。 电影分裂中男主角拥有23种多重人格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一名 OL 也有相同困扰。这名 OL 因为童年遭遇家暴，让他发展出一名六岁小女孩的人格。十年前他因为被男同事性侵，女童人格竟任凭对方摆布，让他发现只要在特定空间遇到年纪比他大的男子，就会让六岁女童的人格现身，让他感到困扰。他某次向一名邱姓男同事说出了这个秘密，没想到邱男竟假借帮他进行秘密性治疗，叫 OL 到他的办公室换出 OL 的六岁小女孩人格，借此多次性侵。 OL 因此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到医院求诊，整起事件才曝光。虽然邱男否认性侵，但因为他测谎没过，且 OL 拿出邱男曾为此道歉的讯息作证，检察官因而认定邱男利用 OL 病情性侵，将他以趁机性交罪起诉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